船头多功能，无线充电储。你还在为手机拖了条尾巴带来的不便感到困扰吗？把你的线剪掉，看看我们的作品。船头多功能，无线充电储，应该可以解决你的不便。有一天，阿能的手机无法充电了。他跟了阿能一年，也许是阿能他每天让他拖着一条尾巴，擦擦把把，擦擦把把，磨损着他的接头，最后他的接头损毁，无法再进行充电，随即这只手机就挂了。我们的作品结合了无线充电、蓝牙喇叭以及时钟与温湿度感应系统，及时显示在液晶显示面板上，给你带来便利的生活。首先介绍无线充电。无线充电将手机放上就可以进行充电。另外，我们前面也有显示器，显示器上面有天气示意图、时间，还有室内温度以及室外温度。这是室外温度的无线接收器。我们也装置蓝牙喇叭的功能。有的习惯是没人观察。